来看云林县的七坎武术文教基金会，因配合文化部的艺术日后的这个计划，举办儿童做阵人狮头的活动，邀请两个制作狮头的老师傅，去轮陪国小甲学生囡仔来做狮头，成果是袂歹，咱做伙来看卖。先走，上。好。好，再往下。老师傅伫头前打卡步。手提狮头威风凛凛，后壁学生囡仔动作虽讲讲无啥流利，每一个人嘛是表演甲食面烂。因手头提是对师傅学的，家己手做的狮头。啊，我画的时候，那两个师傅还直接坐在我旁边教我怎么画，觉得很好玩又有趣，可以从粘土捏塑成狮头的模样，然后第一层再用。流鼻子沾水，让它贴上去，然后再用酱油，觉得很有接触感。疫情过后，文化部为着复兴艺文产业，推展艺术入校计划，西丽七坎武术文教基金会配合文化部，在婚姻观五个学校举办狮头制作的课程，邀请老师傅来指导，希望学生传承西丽七坎传统民俗文化。带着师傅到带着老师到很小来指导孩子，借由这个从古到有的过程，去真正的体验跟接触。校方表示，这个计划唔但让学生认识到狮头制作这个珍贵的文化，也对无同面上学到真多，是一个宝贵的体验。记者综合报道。